今天是威力的生日，威力喜欢啥？我是不是喜欢鱼啊？特殊的鱼种，海参、钻石、伊定跟鲟鱼、南瓜，送他南瓜好了啦。南瓜我还是付得起的，好不好？钻石有点太贵了。重播的就不用看了。那个配方我已经有了，就不用再看了。送的是我南瓜吗？剩余的木头。今天这一集我收到两次木头，两次50块木头，真的是……好啦好啦，算了啦，谢谢啦，不无小补啦，总比什么都没拿到好。比某一些人送石头好多了。送石头到底能干嘛？我记得是乔治吧，那一次我还记得，每一次送我一堆的石头。啊？我鱼饵已经没了？欸、真的哎，我没有鱼饵哦。Oh my gosh！欸，我的鱼饵用完了，所以我要去补货咯。天哪，鱼饵用这么快？刚刚看不是有300多个吗？还是我存起来了？鱼饵用这么快吗？是被我丢到哪去？我都没注意到，还是怎样？怎么可能？对嘛，被我丢进来了啦！我想说还有300多个鱼饵，怎么瞬间炸光？我怎么觉得怎么可能？看看，我无法自信到我语无伦次了，有没有？那我 calling 啊，凶喊了，一定是放错了。啊，我的哈密瓜好像成熟了。蜜瓜成熟时，这马要停远一点。可以采收咯啊！还没成熟啊！看起来快成熟而已啊，实际上还没成熟。南瓜多少块？320块哦，好贵哦。算了啦，320块给他，一年一次而已，总比送钻石好吧？我的马马没声音了。哎，你好啊，威力，我来送你一个你爱最爱吃的南瓜。会随着季节变化出现或消失。他是在讲某些鱼类啊，像鲶鱼就是在下雨的春天。秋天的话，蔓越莓，好啊好啊，但是种子很贵，没关系，就能买多少就买多少啊，把钱全部砸在蔓越莓上面，到时候收成起来，哎、欸，蔓越莓把它酿成酒，哦，也是可以赚到很多钱的。种子越贵，就表示它的成品越值钱。都是非常有投资报酬率的。卡洛琳都送满了，克林特送一下好了啦。原本就是有要送他的计划，但是每次都 lose 掉了。就是说，亚历山大很喜欢叫我小家伙，老子不小好吗？可以不要随意见他，送他一些东西啊，送老奶一些东西啊，我们的老奶奶。
我说我已经好久没挖到一些特殊的东西可以拿去送给博物馆了。啊，谢恩，顺便去送一下了。种子一颗240，这么贵哦？没关系啦，无所谓啦，能买多少就买多少嘛。不然的话，我就是秋天一到我就倾家荡产，我把所有可以卖钱的东西全部卖掉，然后全部买蔓越莓种子，这样大家说好不好？克林特喜欢什么？生鱼片，啊，送他生鱼片了。他不喜欢辣椒，我差点送辣椒给他。猎杀怪物啊，对，今天有猎杀怪物的任务。应该都送过了。欸，潘姆，潘姆还可以送吗？潘姆，潘姆可以，但是他喜欢辣椒吗？要跑这么快啊，人那么肥跑这么快。辣椒他喜欢，送他。最喜欢挥金如土的男人，不太好吧？挥金如土感觉好像是很挥霍的感觉。你要说深谋远虑有没有？然后投资理财，这样讲才对啊。挥金如土感觉好像，不知道怎么讲呀，就是有点负面的感觉了。这个莱纳斯他说用夏天的阳光把饭加热，我真的觉得这一件事情是非常吊诡的一件事情啊。他是怎么把饭加热？难道是用放大镜吗？放大镜极热，然后把热极收集起来。收集好，把那个放大镜对准罐头，开始这样烧，有没有？看能不能烧出一个洞。拿放大镜去烧纸啊，一些有的没的东西，你们有做过这种很无聊的活动吗？哇，掉钻石了！你们有做过这种很无聊的活动吗？我小时候真的又不像现在，现在要么都玩平板啊，要么就玩电脑啊。我小时候哪有电脑？我说真的，我有经历过那种没有完全没有电脑的时代哦。啊靠！怎么走下去了？完全没有电脑的时代，没有电脑，然后电视游乐器是红白机的，最好也是 PS 而已，最高的等级就 PS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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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们就知道那个时候，小时候第一次发现的时候，大概国小吧，国小六年级啊。哦，我家也没有买什么红白机，就开始没事找事做。啊！我现在才注意到有人说，这个莱纳斯的那个帐篷的那个黄色的布可以收集太阳能源，然后转换成电力吗？还是转换成某种加热的工具，可以直接把食物加热到变成熟成这样子。哇，我身上什么时候这么多东西啊？我满了欸，我才去一趟地窖而已啊，去一趟地洞而已就满了。放这边啊，杂草放这边。啊什么？樱木。把这个生动萝卜啊，拉一拉渣的全部丢进去。其实我现在永远可以都收到紫星的东西，我就应该要把一些可以卖全部卖掉了，不然它太占空间了。它能把铁转换成黄金，或是把铜转换成铁，那为什么没有办法
反向合成啊，把黄金转换成两个铁啊之类的。我们没有这个设计呢，真是太可惜了。可能要多个合成表麻烦吧，作者感觉很麻烦。再加上这又不是炼金术，逆向炼金，逆向炼成。珊瑚葡萄。化学反应不可逆。把铜合成铁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非常不科学的事情了，好吗？铜跟铁它的元素就不一样了，怎么可能可以合成呢？你说铁可以变成钢，对不对？但是铜这种东西，完全不是一个同一个元素啊，怎么可以？怎么有办法这样子转换呢？不可能啊！来查询一下我们的松焦油到底能带来什么东西？生长激素、织布机或者是雨水图腾。织布机会需要用到松焦油。其实也还好吧。织布机需要大量制造吗？还说之后会需要？好啦，睡个觉。今天25号，没事情。全天风和日丽，万里无云。你有一本杂志吗？别忘了时常看一下这本杂志，你很容易忘记是否在上面有记录重要的讯息。杂志？我没有杂志啊，怎么会有杂志？摸一下，不知道为什么啊。哦，黄金烧好了，也刚好可以烧，烧一下铁，有信欸。我想分享爸爸曾经发明的一道佳肴。哇，威力！海鲜杂烩汤。你是个好邻居，所以我想要送一些动物饲料给我。哦，玛尼哦。欸，我刚才没有领欸。刚才没有领就没有了是吗？哦，没拿到，没拿到。就像是新入股的木头能用炼金术变得煤炭，而不是木炭。其实应该是作者觉得两个东西很像吧，就懒得再加一个物品了。煤炭跟木炭的功能都一样，都是要拿来烧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觉得说算了啦，既然都一样，我干嘛还要这么麻烦的去给他再增加一个项目？我猜啦。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吧。如果是图案长得一毛一样，然后它上面写的木炭，恐怕也会有点混淆的问题吧。哎呦，这个酒酿还挺快的嘛。酿制时间应该还好，不会差那么多。靠，按错。翼龙。柯南安安啊。我发现我实况的时候真的不要开视讯，我会比较自在一点。就不用一直想说啊，我要看着什么荧幕啊，看着镜头啊，就玩我的，讲我的啊呀。木头，真的是这真的是垃圾，按错啦！
按到整理啦！天哪！哦，哦，快吐了，真的。啊，怎么会按到整理嘞？整理是一个好用的按钮，但是对我来讲，对我一个常常在整理包包的人来说，这个按钮真的有点没有必要。按错了，好，我想看，我先怎么按呢？水壶是不是不要了啊？我已经好久没有用水壶了，自从有了洒水器之后，我好像已经很久没有用水壶了。都快忘记水壶的存在了。好像是这样放吧。对，大概是这样。其他东西就直接存起来了，应该都有放到。到时候就把淡啤酒全部把它卖掉，对不对？淡啤酒留个100罐，其他的全部卖光。其实我淡啤酒也没这么多啊，关键就是把淡啤酒全部卖掉吧。假如到秋天要买蔓越莓的话，需要大量的钱，把淡啤酒全部拿去卖掉，然后去买蔓越莓，应该也不少吧。一罐蛋啤，一杯蛋啤酒可以卖300块，100个就3万块了呢，是吧？我没有算错吧？算数应该还算正确才对。3万块买蔓越莓种子，全部拿去砸蔓越莓种子也可以种到吐了，好不好？喔喔喔喔！其实不用管镜头没有关系，大家只是想看肥宅会心一笑的感觉。yeah， 肥宅 ，yeah，nice。拿水池旁边的螺肉跟蛙牛做成生鱼片给他。对啊，我的生鱼片都是这样子来的啊。我的生鱼片有99%的食材都是取自于蟹笼里面的那叫什么？玉鼠螺吗？应该是玉鼠螺吧。我从来没有拿什么鱼去给它做成生鱼片，除非那只鱼价钱低于70块钱，就那只鱼本身的价钱不高了，我才会把它拿来做成生鱼片。马尼，马尼，哎，马尼这个名字倒着念就变尼马了。都淋成落汤鸡的可怜的小东西，不可怜好吗？我太喜欢钻石欸，天哪，种玉米给他啦。这个好吃、美观又很好用，有没有？生鱼片送吧，送他吧，送贾斯生鱼片了。贾斯这个只角色的 CG 图画的真的很像安妮耶，不是我在讲。每次看到他那张脸，就让我想到，哎呦，新的剧情，等一下再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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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哎，我现在注意 keyboard 手是塞巴斯蒂安哎。他的头被切掉一块，你们有注意到吗？这边，他的头被切成一个很奇怪的形状，这 bug 吗？他在玩音乐，塞巴斯蒂安脑袋被切开啦！天哪、我们想组一支乐团，但不知道搞哪一种音乐才好，选择实在太多了。但是 rock 啊 ，rock 才是精髓啊！喜欢什么音乐？令人愉悦的流行音乐，实验性质的硬摇滚，硬摇滚吧，我喜欢摇滚乐，摇滚很赞啊！
我不是喜欢那种死亡金属哦，我是喜欢那种，反正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哎，就是摇滚的。这反应好淡啊！有我超高的吉他技术跟塞巴斯蒂安的电子琴能力，一定会成功的。他需要再找一个打鼓手吗？哇，一次两个剧情啊！乔迪也有，他在做爆米花，啪啪啪啪啪。哦，干嘛？肯特在干什么？我的爆米花！肯特的脸不喜欢爆米花哦。哦，哎，真的哎，真的会有一点那个感觉。战场会有阴影啊，对啦。这个其实算是生，他去军中之前最喜欢吃的是爆米花。啊，战场阴影啊，这算是蛮可悲的一件事情呢。我要跟他说什么？这是怪乔迪，他本该知道的。我知道内心很痛苦，但你也不能这样怨你的老婆。这事情都怪我，是我说要吃爆米花的。好啦好啦，都我的错了，好不好？好啦好啦，赶快跟我道歉吧，我知道你想跟我道歉的。这是什么？战后创伤症候群呢？就是标准的这种。刚刚的行为道歉啊，nice，非常好。来，送你一根玉米，继 续炸爆米花来吃。文森特，跟他讲个话好了。这个屁孩实在是不太想。实在是不太想要送礼物给他，好死不死，他又是 ID 叫文森特，在我心目中的文森特是像太空战士，穿着红色的披风，黑色的长发，帅气的美男子文森特，好不好？天哪，怎么会是长这种小屁孩欸？河水泛滥，哦，河水泛滥也是蛮糟糕的。格斯，我这礼拜应该已经不能再送了，他已经被我送满了。我看一下，贾斯也送过了，乔治跟艾弗林奶奶还可以再送，送老奶吧。喜欢玉米的人不喜欢爆米花，他喜欢，说不定喜欢吃烤玉米啊。亚历克斯又怎么了？嗨，怎么了？你在考虑什么事情呢？没文化过不上好日子，不一定吧？每个人术业有专攻吧，我们都有自己的长处跟短处，没用。对，总结得很精髓。不用想太多啊，每个人对读书的看法本来就不一样啊。他说我是有哲学的家伙。
不用怀疑人生啊，说实在的。哎、欸，一次两个剧情啊，还是说这个是剧情的后续啊？他正在日常的体能锻炼。OK， 我了解了。你可以不要这样子光着身子跟我讲说要说一件事情吗？这样感觉会让我觉得有点可怕、啊。你就穿上衣服再讲嘛。他之前对我太粗鲁了，关于去职业队的事情。我想其实 不是想做专业的运动员的料，还好吧，有谁一开始就是强壮的啊，都嘛是这样训练出来的啊。吼吼吼吼，对啊，运动员可能有天生的一些反应能力啊，还有一些什么就是各种的一些资质是可能的啦，但是我觉得哪一个运动员不是靠努力上来的？像篮球之神 Michael Jordan 啊，他也是练上来的、啊，对不对？每个人都觉得他是天才啊，他是很神啊，有没有？各种吹捧很屌，确实啊，他可能。他是一个非常有球感的人啊，他打篮球的时候可能对于篮球框啊还有各种感觉是非常的敏锐，这也是这是有可能的，但是他还是需要练习啊。而且我记得 Michael Jordan 他就讲过说他练习投出的球最每天最少投1000颗吧，投1000次三分线。1000次还是10000次，我有点忘记了。反正他也是做了大量的训练呢。没有一个运动员是靠天生资质，然后就可以直接达到世界大赛啊，或者说打得非常厉害、啊。这马需要练习的，就是一股热情跟热爱吧。台湾不是有一句话，有一首歌吗？对不对？三分天注定啊，七分靠努力。嗯，灰色的史莱姆哎、欸，我第一次看到灰色的哎、欸，之前都是蓝色、淡蓝色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灰色哎、欸。那我印象中都没有灰色啊，怎么会这样子？酷哦。滚滚滚！红脑鱼的话，我要去钓吗？红脑鱼我本来就有一条了，应该不用。鱼箱里面应该有。哎、欸，都没有铁呢、欸！天哪，好穷哦！这次下矿洞好穷哦，都没有东西啊。11点半了，还蛮难的哦，没关系啦。假如没看到直播，影片都会丢到 YouTube 上面啊，你们去看 YouTube 就好了。还是想要跟我聊天，有这种即时的互动感。哇，果酱全部酿好了。但是我现在没时间了，我要睡觉了。这个再不睡，明天的体力只会补到一半了，只会补到8分满而已。睡一觉，睡一觉。又是下雨的天气。哎、欸，我不能摸大尾力耶。今天的精灵很开心。对啊，不能摸它。还是我已经摸过了，
六性。照料动物之余，我喜欢在厨房里做一些新的尝试。既然我们成为朋友了，就和你分享一些料理吧。大黄派，大黄派是什么东西？哦，有人说下雨天隔天几率会比较多，就是在海岸上几率会比较高，就对了。好，等一下再来搜，等一下来去海，再来去海边走走看。啊，红脑鱼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要一条红脑鱼，看一下，我应该有红脑鱼，对不对？有，还是黄金版本的红脑鱼哦。没撒到肥料，肥料是增加它收成的品质吧？应该是不会加速。哎呦，哎，我的树被雷打到了，是不是？整颗黑掉，哎，哇，完了完了，我觉得我那棵树要爆了。明天看到它就枯萎了，有没有？被雷打到了，衰，人家是有够衰。打雷的地方会不会是随机的吧？打雷的地方应该就不是，应该就不是固定哪些地方会落雷了吧？靠，太夸张了！我的水果树哎，很贵哎，一棵种一棵树苗几千块哎。瞎，太瞎了！该说些什么？觉得无言了，无言到爆、啊。树已经，看他在冒烟，看，看林老师的、欸。画面里面没有避雷针，就会随机劈到。但是避雷针就是树的离树大概只有几步的距离而已啊，太鸟了吧！水果树不限定要种在农场里，是哦，好吧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到时候水果树看一下种在哪个地方，种在往乔治吧，不是乔治，往罗宾家咧，往罗宾家的那条路上面，那条路就不会打雷啦。哎、欸，我来找格斯干嘛？哦，对，缴任务用的。那条路就不会打雷了吧？有个叫种子回收机，可以用果实变回种子。哦。因为我的画面刚好没有避雷针，干，这个设定也太烂了吧！如果果树真的可以不用种在农场里的话，可能就考虑直接种在我刚才说的那些地方吧。嗯，我要送给谁啊？我又忘记了，金鱼脑，克林特。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可以种在野外的话，我就把它种在往罗宾家的那条路上，不然就是种在公车站吧。每天会经过的地方。我靠，种树我还要注意画面里面有没有避雷针。真的有够麻烦的，公车站牌前面也能种，对啊，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种在温室哦，哦，温室有这么大可以种树哦，那也太大了吧？那温室有多高啊？我可以进去吗？我终于可以进去了，嘿，塔里克，艾利欧特，哇，他家也太单调了吧，比莉亚家还要单调。欢迎光临寒舍，真的是寒舍、欸。
不可能当上作家。每一个成功的作家背后都有一千个悲惨的失败者，多悲观。不都是这样子吗？他家人讲的对啊，只是你不做，你怎么知道你是不是那个成功的那个？你是我想要的，我不想要，好不好？我喜欢什么样的书哦？悬念、浪漫、科幻，悬念吧？悬念是悬疑的意思吧？神秘类的，我比较喜欢神秘类的，悬疑类的。对我来讲，真正可怕是未知的东西啊。你应该很了解植物吧？看能不能种盆玫瑰。好，看看这盆玫瑰，它好像有一点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渣烟，这怎么练啊？靠！有点枯萎的意思吗？谢谢你陪我聊天，我会想想你说的话的。我什么都没讲，好不好？我就讲我喜欢悬疑的而已啊。啊，我来的目的不是这个，我来的目的是送你一根大玉米，送你一根大玉米。让你补充一点元气，好不好？不要说朋友不知道你啊，在你成功之前，我可以提供你食物。哪天你要是成功了，记得版税的分我版税的10%就好了，好不好？要求不多、啊，很爽哎、欸，版税的10%，哎，那个知名作家版税10%很夸张，你不要。这个价钱，这个收入真的是坐在家里就有钱可以拿了。当然了、啊，你要成功了、啊，这件事情是不容易，真的。今天一整集都没钓鱼啊，难得，来钓一下。5点了，钓到晚上10:30，看能钓到什么东西啊？而且电视上说精灵会为我带来好运，我看能带来什么好运呢？虽然说那个仅供参考了，是几率性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有 99% 的成功几率，就让你赌到那1%。严格说起来，你也是蛮幸运的啦齁。抛竿点任务，时间会卡住。bug 不知道有没有改？是哦，你说我抛完竿之后，我点任务，时间会定住，是这样的意思吗？趁了啦，不要，不行啊！我点完之后。我点完收回来，时间是冻住没错啊，但是我要怎么点？哦，哦，这样子是吗？哦，就听声音就对了啦。靠！哎，这种方式来钓鱼也太夸张了吧？这样可以洗钱呢、欸。你只要有时间，你就慢慢钓嘛，你就一直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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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钓。你在第一天你就可以洗到不知道多少钱了。我靠！太夸张了！像你在游戏一开始拿到，就是去想办法拿到钓竿，然后就用时间解冻术这一招，就一直洗，一直洗，一直洗，一直洗。你第一天有钓竿的那一天，你就不是可以赚到超多的钱了。原来还有这个 bug 啊！
这游戏刚出来就有了 bug。第一年的春天就刷满了十级钓鱼。而且我记得第一年的春天鱼也都是很蛮安静的，春天的鱼都还蛮好钓的，撇除鱼王啊，还有泥鳅，不是泥鳅，那个叫什么鲶鱼，除了鲶鱼以外的春天的鱼种好像都还蛮好钓的，都很安静啊，都会让你上钩这样子。灿灿，你讲的这个好像之前有人讲过了，还是你讲的，我也忘记了。就是鸠甲超商为了跟皮埃尔竞争，他会把向日葵种子降价让你卖这样子，然后你就买进卖出，买进卖出可以刷钱。有人讲过，这有人讲过，我是觉得这个方式是不错啦，但我觉得这是一种感觉吗？还是怎么讲啊？当你开始使用这个技巧，这个 bug 在刷钱的时候，虽然你游戏进程都会非常非常的快，但也就是因为游戏进程的非常快，就失去了游戏本身的乐趣，你不觉得吗？这游戏就是要慢慢玩啊，你要慢慢的存钱，然后钓鱼，想办法赚钱这样子，然后等到你存够了钱再去买东西，你那种价值才会有回馈的感觉，又不会这样的话，如果用 bug 去刷钱，你很容易就会对这个游戏感到疲乏，觉得算了啦，没钱啊，刷一刷，没钱刷一刷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你就不会有那种酿酒酿了很多，一次把它全部卖掉，然后一次进大笔大笔的现金那种爽感。我应该要这样讲吗？啤酒花，我看一下啊，我现在应该不缺钱啊，我鱼应该都可以存起来了。大嘴鲈鱼我也不太够啊。哟，大头鱼倒是很少，存个12只吧。鲢鱼呢？我们存一存啊。惊喜鲤鱼需要4条，存起来。不缺啊，不缺钱啊。缺钱，但是我也要用正常的方式来赚钱。我先来做油桶好了。靠蓝莓赚，对啊，一下子赚到太多的钱，会觉得很无聊。鲤鱼金星的也是50块，对啊，很便宜啊。鲤鱼一定要把它做成料理，才会有那个价值，不然的话，它是一个非常廉价的鱼种。月光水母起舞。不知不觉2个小时半看今天就这样好了，休息了，开了2个小时半差不多了。我从21号开始玩嘛，玩到26号，1、2、3、4、5、6天